你好，尊贵的泰赫兹集团严董事长、梁董事、金杰高级经理以及与会的嘉宾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大花园市秘书长巩俐。今天在此座会上，感谢泰赫兹集团严董、梁董事见证、布施、光波仪给大华严市，让我们的师傅喝到好水。并且都得到健康。台湾大华严寺传承自中国华严宗，并为主庭道场之一。我们在台湾、大陆、北美、澳洲及东南亚建立了修行生命教育的据点，其我们的中心主轴是开启人性的真善美，回归到人性的真善美。这跟泰赫兹集团的水布施文化、爱润每一人。福泽千万家的理念是相同的。今天在此万分的感谢严董事长及梁董事鼎力的支持，大华严氏。今天在此代表大华严氏祝福泰赫兹集团，活动圆满顺利，业务蓬勃发展，光波仪福泽千万家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